我系 Casey， 我系一个在职妈咪，我有一个两岁几嘅小朋友。大肚嘅时候咧就唔系肥咗好多嘅，咁最主要肥就系因为坐月嗰阵时啦，因为有一种饿咧就系你阿妈觉得你会肚饿啦，一日食足五餐嘅，咁每一餐都一定要有汤啦、有饭啦，咁所以当时坐月其实系肥过陀小朋友嘅时候嘅。生小朋友到而家减肥减咗都有两年嘅时间。试过用液体断食啦，咁唔食晚饭啦，唔食淀粉质啦，或者系饮蔬菜汤咯。但成果唔系太大嘅，因为始终副作用比较大，容易会心跳加速啊，同埋会甩头发。最难减一定系个肚腩仔嘅，始终女仔下半身嘅脂肪容易啲积聚。因为知道 Scalp Sure 是非侵入性的激光溶脂，用42至47度溶解脂肪，减少脂肪细胞数量。同埋最紧要就可以瞓喺度瘦身啦，25分钟就可以搞掂啦。咁而家就 feel 到个肚会有少少慢慢加热嘅感觉。咁头先咧就系热嘅，而家咧部机就帮我 cool down 翻啦，做紧一个冷热交替。咁而啱啱做完疗程啦，暂时未有咩太大感觉嘅。咁但系头先听治疗师讲咧，过多几日有机会出现酸痛嘅感觉咯。治疗师都有睇我啦，咁做完疗程之后你要饮多啲水啦，你可以定时定候按摩翻个肚仔嘅。咁就可以代謝翻溶解咗嘅脂肪。